基金创办人蒋丽萍和演艺人陈明恩将会来到北美，在一生最美的祝福布道会，在歌在舞分享见证。Hello， 美国的朋友你们好啊！咁咧，三月嘅时候咧，我哋都会去美国去参加呢个影音视全巡回报道会嘅。咁我哋好希望可以见到你啦，因为咧，我同两位 dancer Eddie， 系，同埋 Condorine，Hello。我哋都会用跳舞同埋唱歌分享我哋生命，咁都好想你都可以嚟同你一齐参与啦，好开心！三四月期间咧，我会喺北美各大城市咧会做巡回音乐报道会，咁到时咧我除咗会同大家唱好多歌之外咧，我都会分享我信耶稣嗰个经历噶。我希望大家到时一定要带你嘅亲友，特别系未信主嘅亲友嚟，我相信我哋一定会大有收获。多场聚会均免费凭票入场，记好以下的时间和地点，邀请亲友一同出席吧。详情可浏览网站 tmea.us。